小甜甜日前被前夫指控虐狗，随后在直播澄清时说谎，于近日发长文向大家道歉。从离婚后风波不断，她近日被工作人员爆料身心状况不佳。根据《镜周刊》报道指出，小甜甜近日上工遇上交通意外，但为了申请保险理赔，必须和前夫见面，而这也是两人闹僵后第一次见到面了。根据相关工作人员爆料，小甜甜进棚拍摄业配内容，她五个字的台词疯狂 NG， 工作人员才刚念完一遍，她怎么念都念错，顺序永远不对，工作状况不是很好，让不少人相当担心她的身心状况。Bye.